每年年底都有很多的调查排行榜，而韩国最新调查是最有好感的偶像明星周子瑜，真的很不简单，他打败了 GD 拿到了第三名，只输给了泰妍以及 IU。 那 IU 呢，被大家称为是歌唱界的九官鸟是有原因的。我们看他唱中文歌字正腔圆，到了香港办见面会也唱粤语歌，而且是挑战 Beyond 的经典歌曲《喜欢你》。开唱入境随俗，唱了 Beyond 的经典歌曲《喜欢你》，标准发音让全场粉丝惊呼连连。自如再度验证实力派唱将的封号， IU 不止在海外超吃得开，更被韩国民众票选为今年度最有好感的偶像明星第二名，仅次于少女时代的泰妍。第一二名都是出道已久的歌手，而空降第三名的是台湾女孩周子瑜。现在出现원스분들에게감사드리고싶었어요。对镜头卖萌中可爱，还不时撒娇，让收看直播的粉丝都看得心花怒放。这份民调前三名都有女神包办，第四名则是 Big Bang 的 GD， 还有紧追在后的 EXO 参列。看来韩国女团的形象和地位可是非常高。TVBS 新闻快讯杨欣综合报道。